如果父亲当初没有破产，贾静雯还会和修杰楷在一起吗？1974年，一个长相漂亮的女孩出生在台北市一个富裕的商人之家。贾静雯的父亲经营着一家有名的饭店，生意火爆到成龙都来吃过。母亲则是普通的家庭主妇，从小到大，贾静雯就是家里的小公主，不管要什么，家人都会给。后来上初中的时候，贾静雯和朋友逛街的时候被星探发现，拍摄了人生中第一部广告。之后，贾静雯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，父亲也将产业发展到了北京。然而就在同一时刻，贾静雯的父亲投资失败，还患上了重病。一夜之间，贾静雯不得不结束了自己公主的生活，开始帮父亲还债。父亲去世，贾静雯强忍着悲痛安慰妈妈和弟弟，放心，还有我。为了帮助家里还债，贾静雯一天的行程里可以排满10个工作，一日三餐都在车上吃饭。在2年的时间里，她一共拍了16部戏，从《念奴娇》《赵敏》到《武媚娘》。当时不知道有多少人被贾静雯的样子迷恋，就连刘德华都忍不住说，在台湾170公分以上的女人林志玲最好看，170公分以下的女人贾静雯最美。在贾静雯的努力下，她带着家人住上了大房子。经过现实的打磨，贾静雯从小公主变成坚强勇敢的女人。可这个时候，贾静雯已经31岁了。2004年，贾静雯和富豪之子孙志浩一见钟情，白马王子从天而降，贾静雯也选择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，两个人很快就有了爱的结晶。然而这时候，孙志浩的妈妈却反对这场婚姻。在得知贾静雯怀孕之后，做的第一件事竟然去做 DNA， 确定是孙志浩的孩子才能够进家门。不被婆婆承认，需要做 DNA 才能进门，这对于当时的贾静雯来说是莫大的侮辱。但是想到之后的豪门恩怨，贾静雯还是照做了。那时候的她还不知道，这场看似简单的检测是这场婚姻不幸的序幕。被丈夫家暴多年，为了女儿抚养权不惜分割2600万财产。2005年，贾静雯和孙志浩一起步入婚姻的殿堂。刚结婚的时候，两个人如胶似漆，孙志浩每天早上去公司还会打电话向他汇报一天的行程。结婚之后，贾静雯并没有像别的明星一样洗手做羹汤，而是继续拍戏，这一行为引起了婆家的不满。孙志浩和婆婆都不明白，明明给了她每个月10万元的生活费，为什么还要拍戏？2006年3月，贾静雯接了一部在南京拍的戏《悲伤时候唱首歌》，签约之后，她才告诉了孙志浩，两个人第一次产生了激烈的争吵，谁都不愿意让步。从此之后，两个人就争吵不断。在贾静雯怀孕的时候，一向会报备自己行程的孙志浩也开始到夜店鬼混，还被媒体拍到让贾静雯难看。贾静雯对此解释说，孙志浩异性缘超强，再加上他爱泡夜店，难免总有这样的花边新闻。嘴上保全了丈夫的面子，而背地里的贾静雯为了维系这段关系，还曾经把上海家中的吧台装潢成了夜店的风格，只为了留住孙志浩。后来有了女儿之后，孙志浩还经常在发生冲突时恼火地说，我要带走女儿，让你再也见不到她。甚至有一次双方家长都在场，孙志浩又说此话，贾静雯担心失去女儿，情急之下竟然下跪求情。深陷在这样的婚姻里，贾静雯更懂得了工作的重要性，而与此同时，孙家的举动也开始愈发可怕。孙志浩在发脾气的时候，甚至将岳母从楼梯上推下去。贾母气得打了贾静雯一耳光，骂自己的女儿太软弱。看到自己家人都被波及，忍无可忍的贾静雯决定搬离这个家。在贾静雯搬家后，孙家的大门也换了锁，两个人之间的夺女大战也就此拉开帷幕。2009年4月，贾静雯承认二人婚姻破裂，更哭诉丈夫将女儿夺走，自己已经长达4个月没有见到女儿。在镜头面前，一向精致的贾静雯哭得一塌糊涂。如果不是到了最后一搏，哪个女人会将自己最不堪的样子面向大众？而这些在前夫的眼中，则是变成贾静雯博眼球的工具。为了能够不让自己在婚姻中吃亏，孙志浩主张自己没有什么财产，月薪仅仅35000元，存款只有10万元。
但贾静雯自从嫁到孙家之后，拍戏拍广告挣了不少钱，所以她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一半，2600万新台币。为了能够要到女儿的抚养权，36岁的贾静雯以2600万的代价拿到了女儿的抚养权，两家的夺女大战才就此拉下帷幕。离婚之后，贾静雯回归到了事业，用心拍戏挣钱，跑步健身，给自己一个最好的生活状态，花更多时间陪伴女儿长大，做女儿心中的最好妈妈。40岁那年，贾静雯被拍到和修杰楷恋爱，这个比贾静雯小9岁的男人将贾静雯宠成了小女孩的样子，将她的女儿视如己出，补全了贾静雯前半辈子所有的爱和呵护。在《极速前进》里，修杰楷对她的爱意都要从屏幕里溢出来了，两个人的自我介绍更是甜得让人嫉妒。在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两个人还含情脉脉地看着对方，不管什么时候，两个人总是含情脉脉看着对方。录制综艺节目，修杰楷负责烤肉，贾静雯想要帮忙，剥锡纸的时候却被烫伤。看到这一幕的修杰楷忍不住对他大吼：“你疯了吗？快点快点，我忘记了。你真的疯了吗？等一下，不要碰，不要碰，不要碰。”2015年，修杰楷与贾静雯的女儿诞生，女儿小名叫做布布。又过了2年，第二胎女儿已经出生。还透露宝宝体重6斤，身高50公分，给宝宝取名为波妞。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，贾静雯不会做饭，唯一的拿手菜就是速冻饺子，平时都是修杰楷带娃，节目中他要独立带娃了。修杰楷不忍心他太累，每次跑回家给妻子和女儿准备一日三餐，等到贾静雯把孩子哄睡之后，就会一个人在厨房刷碗。两个人在2015年的时候就已经注册结婚了，但是一直没有办婚礼，直到2018年在巴厘岛举办了婚礼。那天，贾静雯穿着白色镂空蕾丝露背婚纱，头戴白纱，而修杰楷西装笔挺，高大帅气，五口之家幸福合影。看到这一幕，忍不住感慨：40多岁的女人照样嫁给爱情。2019年，大女儿初中毕业。贾静雯在微博晒出了女儿、前夫孙志浩三个人的合影，这是两个人离婚10年之后罕见同框。10年之前，两个人因为离婚成为新闻头条，10年后，两个人因为女儿聚在了一起。看到这一幕，唏嘘之外更感慨修杰楷真的是一个好男人，他是真的爱贾静雯才会有如此胸怀，贾静雯真是嫁对人了。